给我补把位，让我玩个巫资，那我只能玩一把巫资了。为了让人性痊愈，有的时候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的任务是消除巫敌。能赢的就是队友，乱玩。谢谢明明2019。那他这种就属于没办法感同身受，那不怪他。当你切除了人性，剩下就全军出击。奶妈还给他扛一下，是我都不给他扛，那蓝签打野又不掉血，你给他扛干啥呢？不给他扛。我将打破你的代码。我怎么没学技能呢？奶妈往前上，我们就得往前上啊。这刘哥带攻击力啊，打人挺疼啊。奶妈打得挺凶啊，我们对霓虹灯上我将终结。他只要敢 A 兵，我就 A 他。原计划的谎言是万死。奶妈，我操奶妈，奶死呀奶妈！这奶妈行啊，跟我神的护卫居然能打成这个样子，这奶妈行。再扫一波，再吃一波，再吃一波，吃一波。好味，这是计划的一半。把这波冰吃了就完了。
在这场对原计划的战争中，死亡是唯一一种投降。掉塔皮，那也没办法，你没状态了呀。主要是莉莉亚过来骚扰的，没有这莉莉亚的话，不会掉的。我是原计划保全背后的真相。空一下信儿，他们抹除了我的过去。他俩现在有点玩不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我决心最后对峙。有点卡呀，猎杀开始。哎呀！哎呀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马尔造好，正在重新充能。闪了没闪出来？都是我。奶妈没什么蓝呢。这有蓝不给我来一口吗？你的最后一次进化近在咫尺。他走了，那我们就得推了，要不然一会儿不好推了。回家。
把兵变轻了，然后过去，这波可以支援。妈的，立了个牛！那就杀牛吧。来，真屁呀，这都抢不过。这又吸我干什么玩意儿了你？哎，救救！有人能救救没？这波撤退的可以啊、哦！你给我上墙！这刘也没人，没人跟他呀！这刘先吃个吃，没发现。来吧，其实奶妈现在可以游一下，我自己一人就行。而且他们家牛也没了，不知道那牛上哪去了。那牛呢？没有视野了，我操！我想闪现一他的，僵尸啊！纯是僵尸。
刘来了。猎杀是我的硬件本能。大礼物要干啥呀？几个人似的，这莉莉亚怎么的住这儿了？我操，就硬杀呗。智慧墨印加羊刀，再来个水银配个蓝盾。我知道真相。把小龙拿了吧。我来一口，快来打一波。这吸不死我呀，我有盾弓。给我追。哎呀，再来我一口。哎呀，勾引成功。剑尖儿，1800，差400，我得补个400块钱。我差100块钱。我得救一下我的奶妈啊，我得吸引一下火力。哎呦我操，刘哥真吓人，刘哥
本来我只想打一个400，没想到打了700。这也打不死，这不害人精吗？纯害人精啊！哎，真是害人精。旁边还有个瘤，不过没事，小龙我们的小龙吧。死亡无影，携手前行。闪下来吧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哎呀，不行，他打不了。怎么感觉要打大龙了？当你切除了人性，剩下的就只有死亡。我得过来。还行吧。异虫体已接入。无知是一种福气。我们对霓虹灯上瘾。原计划的谎言是否万次？Yes.
这么难追吗？哎呀，我操！行吧，先把水银出了。我主要是有点追不上人，你知道吗？没人吗？那不能我往前面走吗？兄弟们，来个人往里进呢，谁往里进？可以。那龙我没抢下来，我 A 了龙了。科技没有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这波团战打完，我们就无敌了。青钢影搁下路呢，纯净版他们要有逃跑的理由了。
合计不分胜负。还贪野怪吗？他们打龙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蓝枪死了，不是因为我打野。不妥协的行动，必定不妥协。上路收兵。那个人啥的吗？这得回家了呀。能给我硬砍死啊！快点回家，家没了。中路也没打赢，哪里？